小心拿一下。去吧去吧去吧。好。好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走走哇哇哇。放繁星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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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就是哇哇哇哇哇！走了走了走了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不要乱挥，你挥到我就把你打死在这里。不会啦，要这样吗？走喽！啊！走喽！我打人！我打人！卡住了！我打人！不要打人！不能丢下其他玩家！哈哈哈哈哈！走了！笑死！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就这一段真的很白。嗯嗯嗯嗯，起码。第四关就真的比较难了哦。第四关哪一个？海上宝具。哇！海上那个。那个陶瓷升级那个，对不对？登机或海豚啊，对啊，我是陶瓷升级人啊，嗯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陶瓷升级，对，叮铃叮铃叮铃，我没哦哟，叮叮，挖掘，只有我只有我，你知道我什么都是零，你如果有土豆王就有你了，真的土豆王者就是我了，找了那个成就啊，消最多个土豆的。我是八四变瘦，我并没有。下一个是战俘营哎、欸，战俘营。哦，战俘营，再下一个才是海上。哦，这次人好多哦。看一下哦，战俘营我没什么印象了、欸。我也忘了。说 KA 战俘营吗？嗯。环环。什么？我下的啊？我下的歌词从前总是心存希望，杀回力竭下歌词哦。啊，下歌词，不是，这歌词不是就一种就哇好文艺哦，可是又看不懂的那种感觉吗？你这真的，哎，哪里？哎，等一下，巧克力怎么可以这么白啊？不行，好，巧克力怎么这么白？白变巧，直接变巧克白。这个歌词听不是，不然有听懂在说什么？我是听不懂。难道我说力竭点下面消尾，这样听起来比较好吗？这很凶，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有人跟我说我开台太凶了，我觉得我应该要收敛一点。想当时他刚开去 NO LIFE 的时候多面，这已经不是我认识的小雨了，已经不如当初了。一个月后都走形，真的身材也走形了，都走样了，太悲伤了。现在还有谁？至少干脆帅，就是在线。好像可以取了，取了。想当年，想想我三年前的时光，哎，三年前的时光很可怕。你说还在学语的时候吗？那这更早了吧？没有啊，三年前没有学语了，大概四年前。四年前才有吗？对啊，四年前是学语开台，很强哎、欸。还缺四个人的名字。四个人，还有谁？谁跟我们家好？阿比。阿比。比。赞。你们赞赞一拳好。还有一拳。都妹子可以。耳朵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嗯，好。圆。一个月后就露出来，而且还不知道，哎、欸，还是不是还不到一个月？过了啦，还是过了啦。哦，对哈，哎、欸，哦对哈，一个多月。对啊，还没两个月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可以做 Q&A 吗？嗯，看看情况。
我在想说等我如果等我习惯再说吧。那小雨你不是已经有打好的 QA 了吗？打好的 QA 哦，对啊，那个是就是观众让问题大回答，就是放在那边，放在我的专业。QA 八成拿团团的那个建村来挡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建村八成已经回答过了，然后再加上我那个2000回馈那个，对。那这九成九，对，八七趴都在那里。然后上次隐约回答不就是说那个建村建村啊，建村见面见面，我都邀了，我都邀了，因为可以露脸吗？啊？可以露脸吗？现在不就露了吗？可以露脸吗？看着视讯，今天怎么都露脸？啊！点名卡，我还在喝。点名。对，我用月去算，对，是。那就快两个月。谁夸？想要什么 ？Hello。这是淋浴间。跟我抢任务。哇！吓死我。感谢斗内。欸，他叫我从闪闪那边取回瓶装水色，叫我揍他是不是。没有他的，从他的、我被打起来了，你怎么真的打起来了？他生气了，他生气了。欸，所以我也会被打吗？标记在那个呢，他的标记在闪闪脸上呢。哈哈哈哈哈，还在打他？标记什么？他标记在闪闪脸上，我应该揍他。因为打死了，打。好了，阿比你在哪里？我拿回了你的洗衣板呢。我操，洗衣板。他说音乐搓板，可是我看怎么看都像纸板。等一下，我干爹，感谢你先帮我洗一下那个礼物啊，等我一下。啊，那阿比就好帮帮。哎，这图书馆在哪里啊？过来。我、看到了，在餐厅旁边。快逃！小雨，你赶快去吃饭，你被逮到了、我要被揍了！我要被揍了！我要被揍了！抓他！就是这个人。我想打那个救护人员的。哇！可以啊。等一下，我交一下任务。啊，送你，好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成功完成任务。工作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被抓到了，被逮到了。可以啦，没关系，我任务已经完成了嘛。找到手帕是搜刮哦。对啊，你去找看一下洗板还是打错？你看一下你小地图有没有很像金色的控制感？它有一个任务提示点，金色控制感。哦，有哎、这就是那边看看。好。洗板字全部打错，有人在餐厅打架。天宇安，你在餐厅打架？晚点再说，我帮你打他。这瓶倒了，这瓶怎么又倒了？这瓶怎么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怎样？我要被狙击了吗？妈！你为什么要被狙击了？你怎样？我只是去拿哈基的手帕，然后在演员那边。警戒值太高，是啊，你的警戒值是很高啊。不知道，你看你太高，现在是零啊。对啊，重点你被抓完就零啊。跑到图书馆，图书馆在餐厅旁边。餐厅旁边吗？这又有任务哎，这些。那我又送入医院了。不是这个，我要跟杰瑞讲话。杰瑞，你有任务。小雨乐于助人呢，到处接任务，很爽哎！我超喜欢到处接任务的，赚很多钱。慢慢玩，这场可以玩久一点。所以我拿到就去找哈基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你不用还任务哦。有。刚说是那种直接线上交还任务的，直接远端交任务，真的是远端交任务。杰瑞，不要跑！还你！巧克力，这么黑就是他了，就只有他了。
好，我看一下，收刮东西的时候注意一件事情，这关很机车，但是可以种菜，种菜。对，太酷了吧？可是你要工作啊。嗯。哦。要让他没工作，就真的是跟他抢。嗯。上面有个小。你找在这。最辛苦哦哦，没怎么了，因为我每次要拿东西，然后好像就是因为窗户的关系，然后被看到。哦哦，你要挑一下，挑旁边没人的时候。嗯，而且警察不会走，还没走过旁边的时候，你才能拿怪物。嘟嘟嘟嘟嘟，小饼干。这瓶有任务，我看一下，花生粉。怎么一直有人被扛走？怎么有人在喊妈妈？妈妈？阿比在追着谁打？我看，这是谁啊？他叫什么？我看不到他名字。阿比为什么在打？很气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看他，然后在上面被追着打。然后还有人在摸他尸体，是我、哦。他身上有电池，乱摸人家的尸体了。他身上有电池啊，借我拿一下吧。不接不接。哦，东西拿到了，还好还好。我在玩蒙行，接任务接习惯了。不是啊，我很喜欢玩支线任务，我玩错游戏都这样。就先把支线跑完吧。在玩什么？就是我不喜欢跑主线。我要扮演一个都不跟队友沟通的人。我在扮演一个都不跟队友沟通，还一直解支线任务的人。好，你现在一直在解任务啊？给你这瓶。在不同楼吗？对呀、啊。什么东西不同楼？妈妈的饼。我在找巧克力。啊？哦，但不是团团。哦，好远。你要去他台上找他哦。那你要去找一下。可以留言跟杰克他们。笑死！哇，就是跟巧克力一起玩。哇，他在里面啊！哎、欸，在里面啊！等一下，监视前不能做坏坏的事，好哦。什么？监视前，监视器前。哦，监视器前。嗯。哦。哎、欸，我在帮妈妈监视器，难怪。哦，这个监视器啊，哦哦，能够把它挡起来啊？应该可以吧，或者是应该可以把它揍爆之类的。它不是一个很啊，好像螺丝起可以吧？可以把它拆掉。妈妈的，对你想要什么？想打包行李找不到数字？哎、欸，哦，妈妈在二楼。啊，对。我的队友都在解任务，我一个人在锻炼身体。什么？我书读好了哈？什么？我解了很多哎、欸，我赚了40块哎、欸。对啊，我想去解，看看谁。嗯嗯嗯。马克老师，输吗？之一太低了，就30。我培养好感觉。团团也在里面啦，我找一下团团在哪里。啊，这是小房间。把箱子抬到厕所，在厕所解决出来。别太远了吧。这偷个东西好难偷哦，监视器那边。不会，你就拿完赶快离开了。嗯，他有一个范围啊。我被呛到了。我找到巧克力棒了。巧克力棒。巧克力棒。他在二楼左上的箱子。哎呦！我走，再拿个水喝一下。嗯，刚就是我又被狙了。哦，你警戒值也太高了吧？你到底是怎样啊？干嘛一直去惹人家？我只是解任务，好不好？奇怪、欸，解任务。哦，图书馆上去就有小房间。这一条是不是太好走？把他打爆。只是帮阿娥拿东西，你就偷拿东西没被抓到。
闪闪那个骗子想要有用问题的商品骗我钱。妈妈这个里面怎么那么乱，好香，别靠太近，我也去电火车车兵，我去帮你找身上线索。我去帮你，你要回去。怎么会有解费的东西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直都不在家里耶。哎呦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车兵，警察官走开啦！白痴，我去我哥啊。你有跟别人玩吗？有啊啊，所以在场都不是人。对啊，很多啊。对啊，你看我路上都可以看到他 ，Moco 在这，那、啊、这里是杰瑞在这。杰瑞，我要找你，杰瑞不要动。现、欸、很多人啊。哥，不要跑啊！我来救你了，你在哪？我们有半颗警哦。我救好我哥了。啊、哦，我想活下来了。我一直被狙击。你不要，你进房间就不会被狙击的。你的警戒值是不是太高啊？不是，他一定偷偷在翻人家柜子，然后就因为他要的东西在柜子里。白痴，不是啊，你要趁没有警察或者干嘛，你才能去偷啊。可是他监视器我不知道怎么闪啊。那有绿色的范围啊，你不能给他绿色范围照到啊。好大哦。啊，菜鸡就是。